好的也只是没有学，可是这个是全部口味的。喂，真的吗？哎，这种真的是新鲜的，人家没抓骗子，那么新鲜的。游客咧，一路行咧，其实咧每样嘢都唔知特别啲，咁成个旅程咧就觉得好乖。旅行出游第二季，每逢星期五晚上九点，八度空间自由自在播出，你也可以下载喷喷 app 收看。啊八度空间二十周年巨献推荐礼即将隆重到来，11月13日星期一到午夜店，记得前来吉隆坡交奈三妹分享不同的 main atrium， 感受耀眼二十展翅高飞的台庆氛围，让你抢先解锁一系列台庆节目的精彩片段，有机会与超过30位艺人现场互动，并领取丰富奖品。更多详情请浏览。大家呢也可以猜一猜，想一想我们到底是扮的谁。